是玲玲，我是玲玲。好，欢迎来到玲玲去游玩。快十二点了，才说要去动物园。因为你花时怎么？我花时间是谁写功课写到十点半？写完功课之后都已经写完功课，都十一点了，对不对？你还在没有写完功课，还十点五十而已，是你拖到十一点多了，好不好？是谁拖？我哪有拖？你就在那边躺着睡觉找理由。嗯。就是身份证吗？那还要身份证啊？身份证，请往前哈。一张全票。今天你负责哪？为什么不是姐姐？我们要先去看什么？要先去看什么呢？小小绿毛子是什么？长得叫什么？哇！第四隧道，请开大灯。去看石石兽，石蚁兽，可以叫它石兽。石兽，我是一只啊，它是一只老虎，这两个都算了。好饿，好丑啊！哇，他们在上面的。哇哇！啊，怎么都没有鱼啊游过来呢？有啊，哇！先看这只，哇，好大只哦，还有鱼鳞呢，哇，它的鱼鳞好大哦，对不对？有便便，这只好大只哦，便便，好大只哦，对，这只好大只哦，妹妹这只有没有比你高？比妹妹高嘞，对不对？她比较高，对。她比你还大，她比你还大只，你看。大只。这只。哇，它可以打五公尺哎！它现在还是小 baby 而已，它都。你怎么没有看到树的？它躲起来了吧？啊！在这里。在这里。他躺着，他是小龙女的，对不对？那你呀，那你这一坨有没有？看这一坨啊，好毛啊，好毛啊，它躲在那里。它是屁屁哦。这只有一只而已吗？能看得到吗？可以从这里看也更清楚哎，对不对？可以从这边看更清楚。哇，这里，这只超大只的啦，大只哇！大只，妈妈小心啊，不要这样！哎，有两，妈妈，我提醒你。好了，有两只，你看有两只。我提醒你。好，走。加这两只，让它去做花钱了。对啊，花钱的啊，这么贴心。哎，姐姐。妈妈。好了，走了。提醒你了。好，我们在这里会不会看到树懒？去找树懒。在哪里呢？啊，它在那里。姐姐，你看到在那里？哎，我看到它在这里吗？爸爸。它会有树懒？啊，有电池的。它在这里呀、啊，爸爸。好恐怖。好恐怖，快走！好恐怖，有这么恐怖吗？他眼睛和嘴巴都黑色了。对啊。哇，他在动。然后这个毒，孤兰箭毒蛙。有多恐怖的虫哦！那些都是有毒的。只是我看到两只金色的。为什么青蛙不吃它们呢？啊？为什么青蛙不吃它们？吃谁的？
就是虫啊。他学不会饿啊。对，是黄色的。你看那只蓝苍蝇。苍蝇。为什么出来一个热？什么声音呢？青蛙。这是松鼠的叫声吗？是不是？跟谁一起走？丽丽，你会坐在地上，你的脚翘起来，好可爱。看到哪里？从这里的前面的，从这个洞，地上有一只啊，红色的，对不对？它是脚的，它手啊，它的手，它是手，对，它正在仰望着天空。它远了，看不到。啊，你走，我们要注意啦。哇，它好大只哦！快笑，快，赶快笑！对你笑很好笑呢。快笑！应该让你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哈！它在黄昏的时候才会笑，你看一下它的头。对啊，那只好大只哦。它在黄昏的时候才会笑。黄昏才会笑。对啊，现在还不够。爸爸，你看，现在才1:58而已。啥？你像是吗？目的。像翠鸟是最大的翠鸟，我觉得这很漂亮。对啊，就是在姑婆下山了。哈咪，快点下来，看那个电苍蝇那个。哈这里有两只小翠鸟，哈哈哈！哎，快点，我看快点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哎，它出来，跑出来，对啊，在哪里？跑的，它要出，要进去了。你看它的鼻子红红的，它是一只手坏掉了，你看，你看，它好像一只手坏掉了，你看，它的左手好像不见了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对不对？有没有看到那边？这不是很好不好？你在那里那边？白色的那一个，这是河，它不是草，它是河，上面有浮萍。对。好，你看马奈摩在那里，我们今天来看马奈摩。哇，你看，这个都是那个浮萍，黑色的浮萍。马奈摩嘞。它这个、啊，它去里面玩水啊，玩起来，这边绿色。你有没有看马奈摩？马奈摩，我在马奈摩看。的感觉哦，对啊，之前看过一次，只看到它黑色的部分。对啊，好笑哦。一只树丛，一只三枪，可是那马来三枪跑跑跑，可是马来，它到底是什么动物？我想看食蚁兽。马来食蚁兽，哎，食蚁兽要到另外那一圈才要出去。出去这个馆，它有食蚁兽。可以，我可以出去。对对，我们等一下就会遇到。马来貘食蚁兽都很珍贵。这个人把马来貘称为貘，是可以吃掉噩梦的东西。哎，就是那个蜡笔小新那只貘。蜡笔小新梦世界，你看，好恶的梦哦。